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课堂，我是修康。本栏目啊，致力于分享 Mac 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刚才你在片头看到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Flico 时钟屏保了。屏幕保护呢，在 CRT 时代是真真正正用来保护屏幕的。那种大头显示器，如果屏幕的像素点长时间没有变化，会缩短使用寿命。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电脑升级到了液晶显示屏。屏幕保护的用法就彻底转变为装饰屏幕、彰显个性了。Flico 是一款非常老派的软件了，在2002年，也就是液晶显示器逐步代替 CRT 的时代横空出世。你电脑的屏保化身成一个可以翻转的时钟，这个时钟配合 Mac 太有辨识度了，在 Instagram 中都有一个它专属的标签了。这个漂亮的屏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简约实用的生活表达方式了。想要获取这个软件呢，也非常简单，因为它是完全免费的，进入它的官网就能直接下载，非常快就能下好，因为它只有仅仅的 127KB。打开这个安装包呢，会看到有一个 Saver 后缀的文件，只需要双击它就自动安装好了。如果你在双击这个 Saver 后缀的文件时出现了这样的提示，那就是你没有权限来打开它。至于如何获得这个权限呢，我之前的教程中讲过，大家可以去翻着看一下。成功安装以后，点击预览就能马上试用了。在左下角可以设置屏保开始的时间。在使用这个屏保的时候，我们不要勾选这个与时钟一起显示的选项，不然当你看到这样的屏保时，内心肯定是崩溃的吧。好啦，这个简约实用的屏保就推荐完毕，大家赶紧用起来吧。在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会分享一些屏保使用的高级技巧，那我们下次再见。